唔免看，我就是信用三百了。你要几盒？一盒包括三百，三百都有要食白的哦。一盒要白的哦。阿娇。说起三百都有要食的哦。最后一盒三百买买，我卖三千啊。阿娇，阿娇。来，剩一千三两件，莫过伊是白虾啊。虾今日先吃伊个，哦。来，阿娇，你要食啥？佮讲个，无要紧嘞。哈？猪脚？啥物食猪脚？啥？来，猪脚我那边多，等一下。我说你 OK 吧？我讲要食鲑鱼甲鳕鱼哦。今仔这个天，我讲真正，我比任何一个人拢搁较艰苦。猪脚啥物食？都要买三包，敢会收钱？还是要两包了？五包。要收。我两包，好食拢买五包。铁路猪排，铁路猪排我先买，之前先来处理你的。来，铁路猪排200了，好不好？200块。这个铁路排骨，铁路猪排，两位啊，多好食哦！你要两份了，这座位好不大，三四五，来六七，来八九十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来，第二部来包滚，最后一个百五上面150啊，百五包滚是无？来，来边啊边啊落，吼，大大声大大声，咱的卡路自然落出来。啊，以前啥物碗糕？我替医生感觉可怜。来，猪脚要吃开500了，好啊，500。阿姐哟，猪脚有人要吃无？这一包猪脚斤半，外口鱼啊五全部猪脚骨，咱要吃猪脚，免走到万峦，这就足好吃啊，无解好笑。你看我大哥我买几袋啊？一包够哩。这三包猪脚卖，当然啊，卖你500，你也买袂着啊。这两包够送你，咱豆豆煮。500两个哦。过年过节豆豆煮500块尔，来500块，吃也卖够你啊。来500了，最后一个200无啊。最后一个200块，你买买好无？200块，你相信我一遍，这种猪脚骨加土豆。最后一个200上面吃，不要讲。最后一个200块上面吃。阿娇，感谢你。我你手也是，伊要做叮当。哈哈，要死。你希望我卖什么给你？萝卜糕，有你要多少？我今天总共带15箱了，你要几箱？直接说就好了。你要几箱？我今天带大概15箱左右。你要几箱？15箱都来了，钱要多少块？骗我的，我知道你搞骗人，我知啊。100块就好了，开玩笑啦。150，两包150啦，150了，这个天你搞买两包就足感动的啊。150我要吃萝卜糕啊，这是春水堂萝卜糕。我讲真心话哦，我就囡仔哦，阮厝一个习俗，我讲我家己啊，别人我唔知。我每一年过年，阮厝的人一定会蒸菜头粿啦，一定会蒸菜头粿。啊，来150块，咱要食看卖无？150，有啊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我叫你用台啊，你给我用安尼啊。来，阿哥来要食啥物？伊要食啥？月亮虾饼哦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想要吃卖300二啊个，大哥200就好啊。阿强，这一包2袋、2包、4袋、3包、4包，我卖讲啊啦，我准一个路边摊，整一只虾片卖50，这8袋卖400，我对半200了，加等个整200个，要吃月亮虾饼啊，这一包拢2袋啊。你敢要买100块试吃看卖，无可以卖面局100块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看100块了。来，谢谢。一包拢有啊吼！你要啥物？你要这啊？这你要1包呀 ？OK， 不要勉强。这个天大家来消费，来这陪我阿婆，我是来做甘心的啊。安尼就有够啊，剩的拢无要紧。花1000啊！1000落就成萝卜糕哩。1000一条我落。中了1000吗？中额标呀！对，感谢你先去对面吃一个蚵仔煎。嘿，等下讲吼，嘿，即摆这个时阵花1000，你是要我倒的啊？收起来啊！这个无人的时阵，你要叫我花1000，你是要我倒的啊？唔免花1000啊啦，系啊。来，再来，你要食啥物物件？烟熏木耳，即摆全拢全部无货啊！我鸡腿骨。鸡腿骨有是的，鸡腿骨有是啊。鸡腿骨你要食帅哥，你买200，敢会当？开200好无？肯定真的过年过节吼，200。这鸡腿真是有够香，有够好吃啊！这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卖你200了，拢卖袂停。这3条搁送你200了。来200个，要食鸡腿卷无？
感谢大家今仔日天过来支持谢谢啊！二十六、七八、九十几个，两个啊，两百个要食鸡腿干无？这真正的比什么酸？比什么啊？什么迄叫啥？烟肠骨还好食些咩？是啊，咱用这种鸡腿肉来做。你若无甲我买，人给你试食看嘛，买一把当个参考嘛，真的试试看看，再拜拜造型你嘛 OK， 一百块食看嘛没有关系，一百块要试食看卖无？大家要来哦，你钱给你哦，一百块要食看卖无？猛买猛煮猛食，讲真心话，有买咱就有人吃，啊这你有买食鸡腿骨无？大家要啊？阿娇，一百最后两个上面吃100块啊，要三个哦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搁三个，有人吃歹天哦。你甲一张鸡腿讲卖了就足困难嘞，你若好天，即马零三零二啊，见面价格连卖都免卖价，后壁包包卖了了。啊，做生意就是安尼，时好时歹，有时好天，有时落雨，拢拄会着。100块，大的保利龙敢有？好，我来互伊处理一下吼啦。这100块要下无？哦，这我感觉无需要去拼这个，这免吼。这若讲爱拼，咱是咧老贵，这免拼。来，过来，恁想要食啥物？到尾食干贝，啊，鲸鱼子的起来咸鱼啊，咸鱼要食卖300-500，200给我了。阿姐，这咸鱼啊，哦，这卖讲啥，这普通时咱嘛是会当食，两袋给你，三袋给你，四袋给你，这袋搁送你五袋，200块尔。200个要食两尾青鱼无？200了，三袋给你哦，四袋给你哦，来先加钱五袋，来200个要食无？拢有啊，有啊，吼，来坐坐。怎啦？错不了，客一家个。你莫讲话，我屈指一算。今仔即落天可能落落到暗时十一点未停，收起来。我咧断这是足准的。啊，好热啦！好，还佫有买啥无？火料墙啊，有啊。来，迄种啊无个，遐就一种火料墙啊。啊！你要地要注意，莫乌白地，地了就搁变去啊！刷离去收遐，刷离起来啊！哎，你们要不要吃鳕鱼啊？这就讲买买啦，500、400面啦，300了，好啊，鳕鱼啊！有人要买刷离的无？300块啊！300，有人要食鳕鱼的无？300大地哦！来，这边也是的。大家，这刷离都用尽量吹拢好食，300了。500啊！来500，300有要食鳕鱼的无？现在这个过年过节，要拄着这落雨，不实在不是安尼。那你要买300，等个吹无？我看你做起来伊个。刚刚也讲，真正过伊过了，真正这个话。大家，我包包拢一个。我包。我包。你做起来伊个，你做人袂歹，我欣赏你。这几个沙包。收起来，好啦，好，啊，什么事情？啊。哎，别个啥那个包楼啊？哦，有你处理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佛料酱要吃开500楼，我今仔袂细心啊。佛料酱上面吃500块就好了。这些上面，这就鲍鱼风味海鲜的呢，这做定了有啊。来，你要吃来，要吃来500楼啊。这一只八啊，五两只1500，这一包3斤半，规碗拢聊500楼。来500块够要吃，这个天麦够透啊，够透的嘛，是可能爱排二啊。500够要吃无？包钱。阿姐，好啦，什么代志？要不要一包鱼啊？无吃看卖，无变哪里要试吃拢 OK 啊。鱼啊，无来要试试看看的无？这下两只鱼啊，无啥物啊。阿姐，这下一只鱼啊，无啥物啊，紧买啊。这下一只鱼啊，无啥物吃啊。那小贡东西。阿姐，无啦，我要叫你客过啦。好啦，上一个来找，伊要我对焦过咯。谢谢啊，美女。他无包伊个倒落呀，没有。他火料上够去就好啊，简单处理就好。好啦，什么代志要你处理无？今摆你用来啊？好啊，我甲处理好啊。啊，过来买啥？然后伊要廿二个吐后边好。过来，你要吃什么？阿叔，龟尾。阿无，加一包干贝麻油鸡过来，我袂看卖。阿你啊，龟尾哈，免甲摸来摸去，吼啊。什么物件？嘿。哦。啊？鸡块你买300，敢会到？150，敢会到？一个鸡块敢有看？鸡块在哪里？啊，你遐迄个担担，迄个
这死人的事啊！几块钱都白掉嘛！啊，有点爸爸倒霉的。几箱钱嘛，我直接压嘛，是啊。几块要吃百五了，我买一百五。啊，你敢有用放上啊？喂喂喂，好安尼当。用去对上后壁。你的账号吗？我是讲安尼后壁呢，安尼后壁呢。我无你家己喺对面的餐厅了无？搁我后壁，无要紧啦，百五就好啦。你都用到未记为止啊，百五搁有要来无？有来啊，收起。哦。放咩红酒？红酒用好啦，红酒红酒放那个过头前啦，好。红酒你来用好啊。来，你坏，你坏。哦，你坏啊，来，你坏啊。我是讲你，唔是你条单啊。来600了，黑子用看啊！黑子啥物食？你要排块啊！你食拢一袋啦，食啊一袋啊，600就好啦。你要排块啥物食？食几个？一袋啊，600啊。啊好，你帮我看迄个放上内底有滴水入无？你甲我注意一下，千万唔好入水，足严重的哦。你是毛怪，因为遐个机我感觉足奇怪哦。来。收起来。血管落地啊！老板，你讲还佫有白带鱼？白带鱼剩一箱几箱拢，你敢食了？食了。你要半箱好无？要买两百的。啊？要买两百的。白带无？你买两百的哦。我白带上拢三百，大袋咪四袋。